啊，今天晚上啊，跟我师傅在这里吃夜宵啊，然后看到几个美女，然后我去挑战一下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转一下啊。Hello。几位美女，这是在玩什么？交际组。啊，我是这边来这边旅游的，就是说想交个朋友。可以啊。方便来坐一下吗？好，谢谢。啊，这几个美女还是挺热情的，我能不能参与一下？三个人斗着怎么参与？三个人。看谁输了给你玩一把。哦，是这样子是吧？行，那我跟他们打完这一局，啊。我扫一下。快点，螺丝头啊！谁是地主啊？我想听某唱。咦？这么好的牌？好吧。我不会玩这个，能不能教一下？我不知道怎么教，因为我也不是很厉害。小王，还有招吗？给你玩一把，给我玩一会儿。给你玩一把，那这里给你玩一把。好嘞，我玩一下哈。Thank you.